你怎么不在吃卡罗在这边？我没吃到肉，我没偷了。对吼，没有在吃卡罗吗？对吼，不同族群。哦，好好啊。那你最近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训练山猪。刚演完。他刚打完猎。哦，你刚拍完戏啊？我刚杀青。所以就是拍有关于部落的戏，就是要讲那个吗？你们的部落语吗？要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我们今天第三天了。那你们前两天都在做打扫？我们前两天在干嘛？第一天大家到蛮晚才见面的。哦，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有我们这些人，都不知道彼此。对，那你们有自我介绍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还有这个桥段哦。有啊，是不是有点害羞？什么桥段也是要互相认识吧？对啊，就算本来就认识了。欸，我们里面你有谁不认识？你今天还要自我介绍一次啊？你都认识啊？你今天自我介绍，你今天还要再自我介绍一次，因为你要住我们的地方，你就是要加入。太尴尬了，拔出行李，没有喷不爽。是谁要打电话叫我来？我喷你，喷呐，真喷你。然后我们昨天就是一个人做一道料理。我们的晚餐就是一个人一道料理。什么料？你是做烧焦？我是做酱烧烤猪肉。哎，酱烧烤猪肉。春哥很强，春哥的汤。我煮什么？来，春哥的汤。锅底辣椒汤，超强，好喝的，超好喝。我大概喝了五碗，真的是餐厅等级的。还好吗？哎，我今天有拉肚子。你干嘛？我家最长哎。我刚看到一只狗狗，哎，有两只这个我洗一洗来放，算是你们的狗狗，我们的，黑色的，哈利跟玛丽，每天都要喂，还有两只乌龟，阿万呢？啊，阿万呢？你说乌龟叫阿万？你确定？我们真的每天都喂阿万吃饭，阿班的，我们特别照顾他。这跟胡椒虾是一样道理，对不对？你懂我。他是给大便做的，我就去拿做的，给他拿。哇，这个真的很香哎！哎，你玩过卧底吗？我玩过，玩过。那我们几个人？八个人，八个。三个卧底。你这个，不，你是烤到外面是脆的，对对，太屌了吧！刚刚不是也是软的，好不好？你要鉴定一下，大元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。你这长得跟蚕宝宝一样。大元吃一口，你一定要吃一口。好。果果烤的也好吃，但不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谢谢。我们的室友缘分就到此结束。开始。这么快？等一下哦，春哥是不会玩的。春哥昨天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超烂的。春哥昨天被我们电爆，我真的超烂，我很不会骗人。春哥要玩吗？我很不会骗人。哎，你为什么把我玩家？你太老实了。我跟你讲，最会骗人，对不对？你觉得？小杰，我是不是太老实？太老实了。小乐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么演在天边，闭在眼。不是，什么事情？我没有听到。我们也是可以的。我觉得，如果被杀掉那个，最后一个是不是？不是我，你不要看我。你呀，你。哎，对。他说应该是我发起这游戏，而且我当然会玩。他一直在害我们老大，然后我们我当然害老大。对，风箱也在我这。那我们八个人一起玩啊，好吗？好。春哥一起吗？好吧，可以的。好啊，如果输的话就画脸了，要不要？没有没有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去拿那个笔，要不要？输的话画脸了。我要小心拿笔。哎，谁先？我对那个不是很了解。一号开始。这个东西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哎呦，很会玩，现在变会玩了。小心，我不能这样讲啊！我投你，我投你。保证好了，这个东西有出书。三号，这个东西有好人跟坏人。哦，这个东西里面有很多的名人。哦，这个东西里面有很多的。投你了啦。很多的什么？故事。哦，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故事。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历史。哦，我看过。觉得不能用那个以我为出发点。我可以这样讲啊，是吗？因为前面没有人讲这种事情。哦，所以我刚如果是先说我没看过，我就不能讲，就不能用它，我就不能讲。好 ，OK。这东西有被拍成过剧或电影？坏人，完蛋了。好。还要加我啊！请投票。已经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老大在那。你要看我干嘛？他不，老大是白板啊。没有啊，为什么你们大家都带方向带好？对啊，每一次题目都是带什么是那个白板跟坏人。可以了。怎么会？一二，觉得是小乐哎。一二，眼神怪怪的。一二，不是第一局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好的还坏的，好不好？谁判断出来？我判断不出来，那只能牺牲你了。你杀线很重。我跟你讲，他昨天就是这样，一直在分享，他一直这样到最后呢，然后他结果他自己就是那个人。没有，我是到后来才知道我是卧底。这个一开始谁会知道谁是卧底？所以应该要先杀心机重的啊。一二一，直接指那个人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你捅我干嘛？小乐，小乐是小乐，小乐是几号？是七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八个嘛。卧底，卧底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卧底。连我都不知道我是卧底啊！你看，第二个先发言，第二个先发言。历史悠久可以吗？但那个也是对的。对啊，对的，悠久。你说笼统上面都是看中，这样可以吗？张哥，张哥，放我。这个东西，坏人被好人杀过。坏人被好人杀过。坏人被好人杀过。里面的人需要用到。弓箭，喂，原住民吗？打猎吧。里面的人需要那弓箭。里面有人也有用到大刀。好难啊！这样子，那大家都说里面的人有用到什么？里面的人有穿衣服。他是中国的文化。里面有动物，没有动物啊？真的有？对 ，OK 啊 ，OK 啊，真、okay 啊、的有啊 ，OK 啊，合理啊。我认为，我认为嘛，就好了，拜拜拜拜。他在表达，他在表达说他是白板。《还珠格格》之类的也是你们在说的东西吗？啊？你怎么会问我们？我不知道。你现在问别人不会回答你。你喝的是茶吗？我喝的是茶。为什么你偷喝酒不跟我们说？没有，不是我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，好，那投票。这先不要。投票。对对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乱。所以应该是静伦。静伦。你比谁？你啊。好。无辜，他是无辜的，那就是。为什么我真的是我？很好，你是我带风向的。那就你不讲话，我不讲话。我。怎么会杀我呢？你们都很会玩游戏耶。因为这两个人的答案很好适合在演艺圈哦。好，第三号，变成我是无辜，那就是你换我接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两个答案杀我。这个历史呢，都有儿子。你怀疑我啊？谁？不是啊，我怎么样吗？不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啊，我昨天就没这样玩，我昨天就老老实实跟你们玩啊，我今天就这样玩。今天就开始耍新光，就活到了现在。对，今天是高玩，今天可以吧？今天是高玩，今天上可以吧？可以吗？高玩厉害，厉害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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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蛮有道理。这些儿子的爸爸有些都死了。啊，这个是历史，当然会是死掉的人啊。有些，你是不是喝醉酒？不是，我这时候讲这个很轻纱。因为他是白板，他没有没有，我一定要是，你知道是谁了？你知道是谁了？我知道是谁了。你知道谁？谁？就是一个占领地盘的故事。哦，好，好，哦，哦，你死掉啊，换我。他有被做成电玩，对啊，有被做成电玩。随便讲，对，是美女也 OK 了。对，有男生跟有女生，好换你。哎呀，里面有很多马，骑马的人。哦，这样分，我数喽。好，一二三。没有人。你投我？对啊。所以大元最多。大元哦，没有人。哎，你投他哦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我要投他。所以是你吗？我觉得他比较多。我觉得他是，我觉得大元是好人哎，他很诚恳哎，可是他讲的都很卧底呀。卧底。还有一个卧底，有三个，就不是你了吧？你在那里夸张。天哪，拜托卧底不要死就惨。绝对不是我，我刚以为只有两个卧底。
三个，你明明刚才就说三个。哎，但是他刚刚用他的脸，你看他的脸，你很真哎，没有他的脸，这不真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如果你刚刚那个反应是真的的话，那你很厉害。对，我们没怎么样。怎么你们讲悄悄话？没事。可是你们两个人刚刚，可是已经不可能两个都是卧底了，对，是他们两个，对啊，悄悄。我觉得那个老大绝对不是。绝对不是我，对，我也觉得不是你。卧底加油！那就是他，他很可疑。我们直接投他。好，来啊，干嘛？投我。公平性要再给，哦，再给你一次。最后一道，真的会玩游戏。我们就最后一轮。他很厉害。他先。没有，我真的不是。除了会感觉马丁线之外，他还有水军。水军。放旁边好了，我历史很烂。水军放完吗？什么？你当我原住民呢？里面有一个人物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聪明。有一个人，他曾经那个人的名字被当过歌名。哦，天哪，不会是歌名？林俊杰啊。你这个白板很泄露机密。你看这酒是不是也是要结束了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！我们要输了。汉成哥，这历史里面有稻草人。稻草人，你的历史太深入了，我没有看过。龙童啊，怎么了吗？对，这个怎么了吗？是没有错啦。对啊，我你跟我三，你跟我啊？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是他错吗？不是他错吗？哎。不是，可是我们三票还是三票，我们三票。对啊，他说的是好了，没有，因为来不及，已经杀了，所以要看他。三四五，怎么会杀我嘞？是我无辜，他是无辜的，真的是。哎，他在笑了，我说稻草人，你是稻草人。不是，春哥太那个了，结束了，里面有稻草人吗？没有，可是如果这样结束的话，就结束了。草船借箭不就是这样已经结束了，这样已经结束，他都一直把那个讲出来了。春哥很明显不是我讲出来了，他还说稻草人，所以他说草船借箭啊，他说曹操嘛，他说诸葛亮啊，那就是他，为什么你们不投他？你们是什么？你们啊？你是什么？因为水，你说我？对啊，我是三国志啊。不是啊，很明显是他，不是？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他就是他，是你从第二轮就是他了，真的假的？因为对对。因为你给的线索太明显了，他就在想。我本来想要叫他加油啊，对不起，我就跟你说，早知道不说，我就跟你说，因为你给的线索太明显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是什么。他其实本来露馅了，但是凹回来。动物对，还好我原本动物是很重要的。我原本讲老虎，但我想说老虎有点太明显，我讲动物。会讲动物，会讲动物。哎，所以现在是后面被他凹回来。卧底呢？卧底就是全部都给我们画。哇，卧底你好厉害呀！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全部人给他画。哎，我这两个朋友都没有。OK， 我今晚不画到你，我不睡觉。我跟你讲，很晚睡是吧？不对，那等一下，那明天早上你跟我们一起吃早餐，然后你下午。好吧，我们做早餐给你。本人可以吗？细菌本人。没心啊！细菌，他是细菌人本人啊！闭嘴，快点啊！画完我们就收东西，我们进去吧。见了啦。去了，我们带他去参观。现在吗？走啊，走啊，走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们想？带他们去参观一下。好啊，走。哦，舒服哦。这是整个落地窗吗？对，阳台的。对。一楼不用走。走啊。可是他就是对啊。爽爽的。没错。走。行李最方便了。对啊，直接带。嗯，他有这个哎，我超爱这种的。哪一种？我超爱这个枕头吗？对，可以直接讲。你今天晚上是要跟我睡的？我没有跟你睡，我没有跟你睡。就你看完这个之后，然后再回去你那个车。好，好吧，我们只是给你看而已。对，给你看我们在这边的生活。露营车还可以开到外面，怎么样？对，很好啊，很好，放开到外面，方便。我们二楼参观完了，再麻烦你带他去三楼。我现在要带他去过后，再麻烦你们带他去三楼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俩全部一起去。哎，好像他小的脚应该会卡住那个露营车，太长了。先参观谁的？我们先参观小乐。小乐的，我算运气不错的了。
算运气不错，算运气不错。用抽的、喔，用抽的，我们是抽签的、喔。哦，哦，好爽哦！它有一个独立的浴室这样子。哦，对，我原来请哦。我呀，会有很多，有的时候晚上会放松，会有自己的时间。对，哦，这边好漂亮哦，这边也超好，不错。它有自己的厕所，对，它有独立。独立卫生，看一下是不是有魔力？没有，你每天都可以一直上厕所。它的厕所有常人，应该很棒。在哪里？这里。其他的厕所，他厕所对呀，难怪他每天上厕所就不见。小乐有跟我说啊，他比你运气。哎，对、啊，哪有他没厕所？巨人，巨人，他每天都上。这林巨人房间也太大了吧？你一个人啊？好挤耶，超爽的。男生的房间都很棒，可以玩盖被子游戏。哎，这样，这个你是把全部的楼梯都拆进不了，一天在玩，因为现在都很冲。哎，我今天才发现你下面还可以放东西哦，快爽哦！我给他，还有，你有没有跟我要？我差不多，两三天要跟他拿一条。什么东西？他有桌子，拿那个毛巾，两三天要跟他。他很多条，他是可以看到外面的。对，现在就是狗狗，你看，小乐也可以看到外面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他直接呼吸，很爽。每个人嘛，哎，请勿脏话。好，那你有没有要逼？那个怎样？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打不中。走吧。哎，最猛的你自己介绍，你知道？最屌的来了，快点！最屌来了。大哥的房间，我要在这里澄清，我是抽来抽的，真的，我是最后一个，我是最后一个，他们留下给我的签，留下给你所有人留下给我，我们都没有你这个运气，真的，不要这样，是你不够，春哥，真意思 ，Oh my God， 谢谢，这个很是超大的，我的房间超爽，自有自己的更衣室，太扯吧，什么意思？太扯了吧！你着急啊？这是爽吧？我跟你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还有什么桌球？这还有阳台，这是撞球，不是桌球。桌球是撞球，他还有阳台哦。撞球，他还有阳台哦。你今天看你跟春哥几条？你是想要跟我睡吗？我们可以，春哥。你坐这。真的好漂亮，这边好好哦。对啊，好漂亮。我讲楼上还有屌。楼上还有吗？真的，楼上两间是男生的。应该应觉还楼上两间都还蛮屌的。女生方便吗？就算不方便，二十四小时监视器还是一直录着啊。可以剪啊。可以剪。哎，房间很乱。我的房间有两楼哦。还有没有滑梯耶？有没有滑梯哦？你盖我还把我的床单。这是什么？我把我的床单放。对哦，他正在养花。哎，你看，更厉害是还有溜滑梯。这是蛮屌的，强哦！两万六的地方，我是我你哦，什么？他一坐下就倒，真的？什么奇怪的地方？重点是两层的，就是睡的地方啊。这是不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小套房，蛮温馨的。大宇，为什么你的床是两层？啊？你要给我一层好不好？什么是两层？你有两个床垫啊？你说床垫？床垫哦。对啊，他的床垫两层哎，所以你这样挤挤的。哪会啊？不会很舒服哎。是吗？你想要来挤？没有，不是想要。你不是要跟春哥挤吗？我就把那一层拿过去啊。然后拿到阳台睡。对啊。好啊，我要睡阳台的话，我就给你。这边是什么？哎，不行，开。那没有办法，是我的秘密基地。背面有人。对。感觉是。藏了一个藏人。该不会是？你来看过我的房间。这是我们的房间。我的眼睛。我找到我房间。我没看过房间。重点是它还有一个这个跳的。好爽啊！这个超好，用我们的睡裤。你可以坐上后背。没有。喂，我去楼上。进去了。我去楼上收东西。我去收。它还有那个球哎。气球。这边很适合王美拍照哎。它真的很像一个细菌超人。哎，嘴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啊！细菌人。你可以把嘴唇用。不要了，要让你睡啊。哎呦哎呦，这边有两个人同居了。再来就是你今天晚上要睡的地方。不是这里，是楼下下面那个啦。我现在呢要去参观我今天要住的地方，就是他们说就是特别来宾都有特别的地方可以住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留最好的地方给我住。我带你去介绍最高级的房间，它是全部里面最贵的一间。谢谢，真的。一个晚上一万多，哎，很棒哎，这个很棒哎，其实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你
锁住，不要让他出来。拜拜，晚安。你一个人在里面哦。可以翻吗？地震啦！哎，有动吗？哎，真的真的会动，真的会动。哎呀，它摇了，摇了，摇了！真的地震，你快逃！笑。哎。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他吐了，他吐了。找投诉的地方。还不错啊，这边很大。对啊。你这超大的。很大，而且你会觉得很舒服，很凉哎。还有豆奶，还有豆奶，豆奶留给你，还给豆奶，我可以自己在里面洗澡，可以，可以啊。还有一个沙发给你，很美式，但是你要住到一个这样的房间，其实很困难，难对，不容易。我今天你睡，跟我睡，你睡，我不要，我觉得这是留给你的，哎，是不是可以耶？对不对？好，晚上我就睡这。晚上就方便，你知道吗？晚上我会进来坐一坐。这是我们做的水果干，好，你可以试试它。谢谢哦。你可以试试它。啊，你不是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谢谢。你可以吃，这是拔。这个叫拔辣。拔辣。哎，我也想吃拔辣。拔辣。你拔辣蛮厉害的。拔辣好吃。拔辣干净。没有酸苹果吗？苹果啊。对苹果。那要不要试试看拔辣？它没有酸哦。这个拔辣好吃哎。拔辣，拔辣好像腌过的。苹果会 QQ 的，很好吃。拔辣，你知道这个牌是给谁用的吗？给狗。不是啊，是狗狗的烘肉机，然后我拿来做水饺。哎，我喜欢拔辣。真的吗？这边有。好了，我先来啊。开始 ，OK。开始。好来啊，孙哥，你一直想玩五十食物，我先跟你第一个。好。好。泰山棒嘛，就一人一命了，就这样。泰山棒而已哦。快速解决。来啊，五十食物，加来多少？不，我先。十，十。啊！秒杀！孙哥，果然是打不过的。快！你最后，快！他最后，他最后换你。我们刚才是五十出。没有，我们剪刀手不赢的。赢的选，赢的选。剪刀石头布。黑白配。哇塞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快！我们还有三把。棺材。黑白配。那是都配。太好啦 ！Yes yes yes！ 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耶耶耶！蜡笔人，蜡笔人，对不起，蜡笔人。完了，又要靠你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希望不要让他跌妆。要不要乌龟？龟吼，是龟吼，龟。乌龟会跳。乌龟会跳。睡了，睡了。他们要睡了。睡了。卸妆，睡了。没有让他们卸妆，让他们卸妆。一打三的，怎么卸妆还是花的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花他们，花他们。卸什么妆啊？卸什么妆？不能开会，不能开会吗？对，化妆。开会，然后呢？开会不能这样子开会。春哥，对啊，就那刹那很爽而已，一下就没了。你赢了是为了，你赢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卸妆。你赢是为了让他们跟我一样。兄弟们，画吧。哇，玩游戏果果很厉害。对，那后来人生总是不能完美的嘛，后来就输了，然后被画黑，因为。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当这个角色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要分配一个角色去画画看嘛。像 Masha 是细菌人，画的有够像。然后村长是面包超人，他笑起来蛮像。那我是因为刚好我那时候穿全黑，他说好，那把我涂全黑，我是很像名侦探柯南里面那个还没出现的坏人回头那些效应的那种，是蛮强的。但一起被画就是。我觉得那天是拉近我们距离，应该算最快的前三四天这样子的话，那天我觉得大家很快就变得很 close。我们班有每天规定说，饭后时间要有一个团康或是家庭会议，然后你知道烤肉就是要搭配一些游戏。我们主要是因为那天好像突然看到家里出现那个画脸的，就是那种人体彩绘的笔。然后大家说，哎，好啊，那我们来玩游戏，就是要画脸这样，然后就开始一个游戏，就是接着一个游戏玩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呢，因为卧底我蛮常玩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比
较可以抓到说诀窍，那很幸运刚好就赢了嘛，他就画脸。然后后来其实他们说要变成猜拳什么的，我超紧张，因为我猜拳真的很烂，他们说的无时失误我也不太会，所以我是从我这一半我才提议说，哎，那我可以换别的拳嘛，这样，因为那个黑白切那个很吃反应，那个我也不太会，然后就还好，很幸运就是乌龟微笑，就很顺利的一直连赢，嗯。我就只能说果果运气太好了，我是不是想说全明星运动会为什么不是他来猜拳？不，我不许你这样说，不是这样，我不会这么想。但是我真的有想过，果果那队赢，然后我这队又输，然后我这一队刚好是小春哥是靖伦，他们是蓝队，他们就是很习惯赢的感觉，然后我加入就会输，然后果果会赢，你就会觉得。天啊，是真的是我的问题吗？就有点稍微有点走心，你知道吗？当天 Q 八下来是靖伦，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想吃山猪肉，他刚好是住在是附近的部落吧？对，下来好像就要一个半小时，但是他竟然来了，我觉得全明星运动会真的会有那种革命情感啊！过程中其实 Masha 有带山猪肉来。然后他烤的山猪肉也，哦，真的很专业。他还摆着一个那个太阳形状吗？还是什么形状？完蛋了，那个一看起来就很专业啊。重点是他吃起来很好吃。说实在，那个被逆转胜的感觉真的很糟糕。我们就死都要上诉，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有点耍赖，但是我们就是想说不管了、啊，反正就是最后一次就是要给他画回来的，我们大家都一起画脸。然后这个就是。我自己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，对啊。这次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说，哎，有可能 Masha 会来，结果哎，发现结果他不是我们的家族成员之一。但是因为毕竟在蓝队里面，我跟他算蛮熟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他能够来，我觉得应该会蛮有意思的。尤其烤肉这一块是他擅长的东西，然后他又刚好在宜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就把他邀来，我们一起来玩这样子。说实在，其实从比完赛之后，就好像。只碰过一次面吧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看到他就会有一种亲切感，就会觉得哎、欸，他因为他有一种亲和力，你会觉得很开心可以看到他来，不管是什么时候。然后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原住民，很活泼的孩子，然后、欸、而且又很幽默，很好玩的。在他有他在的时候，那个气氛会很欢乐。他后来是睡春哥房间，因为他本来说要跟我睡，然后我就说我的床那时候单人床没办法塞两个人。然后春哥那边可以睡两个人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去春哥那边睡。但因为春哥他那房间有桌小的撞球台，然后他家以前是开撞球台的，然后我们就在我们房间比划一下那个撞球，对，就是弥补全明星运动会没有比的项目。但他很厉害，他就是那种小小台的，你就可以看得出，如果他打大台的，应该不得了。我跟他就算其实本来就认识，他就是很热情，就他只要在。还能就不是台中跟台北那么夸张的距离的话，或是他在工作，他其实说好啊，来啊，这样，他就是很热情的一个人。尤其我们来到他的地盘，就是宜兰，他一定会想说来看一下我们在干嘛。嗯，那时候就觉得他一定会来，只是不知道那么快。嗯，就会来。对啊，就马上，然后就虽然只带了几块，但是那几块就非常顶级，非常好吃。看到他真的很惊喜，因为我私下也是认识他，我知道他很热情，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想说，哇，他真的来了，好有义气哦！因为他其实在宜兰拍戏，但是离这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然后他又不是两手空空，还带了他们家乡的咸猪肉，还有饮料请大家喝。嗯，那这应该说 Masha 是客人，那他来到这边应该是要接受大家，怎么好像到后来变成 Masha 在帮大家服务呢？等一下，是他很主动的要帮大家烤猪肉，因为烤咸猪肉，因为他说那是他的拿手菜，毕竟是他带来的嘛，我们也不想破坏他的食材，那他那么主动就让他来烤啊，我们也想让他展现他烤咸猪肉的本领，但他真的烤得很好，我们每一个人吃都很惊艳，而且他还骗我们说那是他只是刚打猎来的，我们差点相信。哇，我们上次见面是好像是我去鱼白。宣传应该有两年了，我跟他有两年没见，这么久没见到他，然后一通电话，人在宜兰的部落，然后就带着山猪肉来，哦、而且他烤山猪肉真的好吃，那一天最好吃的是他的山猪肉，真的，果然还是原住民不一样，厉害，而且他很会烤，
后来我才问他说，哇，你的 quiz 就是那些知识啊，感觉很有经验。他说，哦，他是卖过烤香肠的，对，所以他很会烤。我说难怪。猫小在 gentleman 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然后我们是同一个音乐老师。不要看我音乐那么差，我是有上音乐课的哦。因为我之前主持校园的时候，就喉咙很容易出问题，然后我就会上一些课去维持我的声音状态。对，不是说唱歌多好，但就是不要太劳累太差。然后 Marshall 也是那个老师的课程，然后因为那老师会定期办一些聚会，或者是让我们上一些乐谱课，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就认识 Marshall。 就是 Marshall 也是蛮暖的，而且 Marshall 跟我一样好像停不下来，就一直想要做事。他隔天起来就一直狂煮早餐给大家吃，然后也是喜欢一直讲话停不下来的人。